哎、欸，结果老师你要放妙口的。没有哎、欸，我要给君君。君君，君龙也有一个渔港嘛哈。对哦，有好几个。有好几个。现在有一大轮船哎、欸。碧沙。碧沙太平太平岛。附近看我们台北县的，东北角，还是台北剩台北县，附近剩台北县，碧沙啊，八斗子啊，可是还有炮台啊，还有，对啊，我们炮，附近也就那样的，对对对对，也不算台北基隆啊，要嘛在顶花，对啊，开始，安花在花店厂那度啊。哎、欸，买东北角啊！你买属于东北角，还不是属于基隆的？不是。基隆就要那个什么七堵八堵开始算。啊，什么嘞？什么老街嘞？都为老街。一下，基隆也有没有属于老街夜市啊？就庙口啊，就庙口。只有庙口而已。那当然是在基隆啊，基隆市中心啊，就在基隆。一个四点而已，你说来。哎，老师，海洋大学是那个基隆吗？对啊。海洋大学你要画什么啊？你要把那个大学画起来吗？啊，大学根本没什么好画，就建筑物而已啊，什么好画？自己看过啊。那都是现代的建筑物啊，上面。对啊。啊，这背后建的那栋，那是台北市。台北县，基隆市其实还蛮小的，真的。我晓得。基隆市很小。那就没什么好话了。有一个忘忧谷。对，有一个忘忧谷。那边上去，炮台啦，有情人谷啊。那边上去可以看到整个。炮台那边还有，应该有一些景可以画，有一点景色可以相的，很近，安静。不是加热却很可怕，真的。那参加比赛要对那里有了解。对啊。我还问我朋友说，你对基隆的感觉是什么？他讲不出来。基隆的是鱼啊，那是超车啊那样。我问他说，基隆对你的感觉是什么？他讲不出来。那是基隆吗？基隆就是跨圈啊。可是你也不会觉得它有很多。你是说，就是想说要怎么画它的特色？对，可是问题是那个筋画起来就不对位啊。没有，现在就是说比赛，你还是要把感觉画出来。然后变成说，哎，我刷五杠啊那种。对，但那感觉，反正你会变成，你到哪里画都是一样。对啊。五杠啊那啦，刷五块啦，你爱改有诶，你底线会出来。对啊，所以我那时候第一个想法是画火车站前面那个港口的感觉，就没想到。它现在很不漂亮。对啊，就是跟想象差很多啊，我不知道。你想过无去啊？我是很久没去啊，真的是不漂亮，全部都是高架，根本不漂亮。好像这几年盖的更多。我比起小时候，我带他去。基隆有一个很好笑的事情，也不是应该算是他们的创举，他们很早就有机车道了。真的，大屯啊。对啊，就是很多年前他们就有规划机车了，机车。老师的公墓没有什么景可以画，那我们还有什么景？有很多景啊，有啦。可是你问题是你要去象征它，其实是基隆的感觉。你也不能随便画。他这样举办就没意义了。很多人都画了，都是公园。哈哈哈哈哈！两个人都画，真的。啊，我觉得比例的蛮多的。可是人家会画的，这个画起来就是，对啊，对啊，画的。哈哈哈哈哈！辛苦宅主啊！
听一下。是像那个忘忧火跟前的忘忧火味道有关系，现在都人工化，完全不人工的，所以话就就没有那种感觉，没有像以前的那种诗情画意。以前我们彰化哈，我们小时候住在那里，一年过回去哦，就变好多好多，这一年过就就变好多好多，好。我以前很久没有去台南市，后来去台南市就变好多。欸、真的，我们只有一年，我们一大部分都是一年回去一次的，一年回去。哇，那每年的，你讲哦，你要回去台南下头。我以前晚上哦，半夜去踢的，但是怕踢的，不会害怕，踢的，现在踢的很好。没有，我自己的前几年而已，我自己看这个内容是满意的。结果你知道那一天的礼拜天那一天进去了，回来的时候就加完了，然后稍微再折，因为洗了天就暗了，我就在高速公路那边害怕，高速公路那边高呢，我们那边超好的，山转可以走，那这不然我按时进嘛，所以。那个和平岛那边，什么叫划船？和平岛，和平岛，现在已经有人工的设施很多了。对啊。有一次就我媳妇他们回来，然后就船闯到那边去，我就觉得跟那个早期去的和平岛完全不同的景。差了一多年嘞，他开船也没看出来，就看山东。看看看看已经熟了，就走了。走，哈哈哈哈哈。然后我们还在那上，后来走的就后面，一直走到后面，走到那边，走到那边，走到那边。你看那些嘛，过来没清洁的，你早上都给我，我给他清洁。你看以前很久以前的麦当劳，有一个麦当劳上面有防空沙的，后来安全拍照。因为麦当劳后面要点在上街，然后在鸡肉上面，还有虾，那必杀一杆，前面的青山那边就是菜市场，对。不画那个顶会是什么东西？不画那个顶，就是这边会比较宽。那个顶是不是就是主角呢？没有，不算。是应该主角应该是可以摆在这个衣服上面，这个头顶。你画顶顶啊，你看老师这东西也给其他，我今天也没有再等了，好吗？